香酥的厚片与软嫩的 cheese 交织而成为的披萨，再搭配浓郁香醇的异国浓汤，仿佛令人置身在偶像剧里面的梦幻场景。海豚王子石以南在事业、学业、生活都完美的演出，更是积极参与各项的公益活动，不断挑战自我的小王子今天将带来浪漫满分的田园式套餐，幸福好滋味就要上菜咯。现在新四派健康带来来欢迎我的帅哥儿子石以南，你好。哎呀我的妈，哎呀我的妈，安生我的妈，对，大家好，我是石以南。哦，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人家都在大爱剧场看到石以南的演出，从来也没有看过石以南你的妈妈有谭爱珍这个人。真的，我多么期待跟你可以在大爱台一起演出，你看你们演母子，对啊，或者是演姐弟，如何？我可以 ，OK， 姐弟我愿意，兄妹更好。哎，你们很少看到石以南会这样耍嘴皮子的。我跟你讲，他很爱乱开玩笑，而且开的玩笑还蛮好笑，当然有的蛮冷的哈。那至于为什么我们会有母子的姻缘呢？等一下再跟大家说。但是呢，石以南他会做菜耶。我们上次演戏到现在已经隔了这么多年，我不知道你会做菜耶。对，其实也是因为经过戏剧的一些接触跟洗礼，因为我在大爱台演过一出戏是做面包的，然后从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想法，有一些兴趣，就爱上那个，对，爱上烘焙。后来就还蛮幸运的，我就考上那个甜点的烘焙师执照。天哪，今天这一位是有执照的呢。我跟你讲，这边会有很多烟火。真的吗？好，那既然这一位，既然这样子介绍完，我先告辞了，这就交给你了。好，石以南大厨师，那我们今天要做的料理是什么呢？哇，这样让我很紧张。没有，没有，你现在走不了，因为我们已经有链子把你绑在这里，粘住了。对呀，对，你要做什么菜？今天我要做两道。其实大家如果有上因为我最近有在我的这个脸书啊，有分享一些我做甜点或做一些就是像今天介绍这一道，我之前是做披萨的，对，分享。那今天把它搬过来这边，可是今天呢，我的加了一些创意，不要用披萨皮，好，我们用随手可得的这个吐司来做这个吐司披萨。天哪，你们听到没有？他现在叫做点心帅哥哦。看一下今天我们点心帅哥他要做的料理的材料哈，跟调味料要准备什么啊？好，田园孜然披萨，材料有厚片吐司3块，绿花椰菜200公克，牛番茄1颗，鲜香菇3朵，九层塔10公克，起司丝240克，调味料有番茄酱3匙，孜然粉2茶匙。紫色浪漫浓汤，材料有芋头2颗，紫山药300公克，腰果1碗，胡萝卜1根，素高汤3碗。好多样哦，所以说今天这个是料理，有汤，有主食，对不对？主食，对。光用嘴巴说干嘛？来，我交给你。哇，我拿刀还拿的。我先站着远远的看。这跟做甜点不太一样。其实这个，这些材料都是披萨的材料。披萨一定要有这个番茄酱。是啊。然后我们多加了一个这个孜然粉，好，让它有一些特殊的香味。香气。然后九层塔也不能少。然后还有这个番茄，番茄披萨里面一定要有的。然后还有这个花椰菜要切成这样子，切成丁，这样小小的。这当然是助理，对，好，我们先自解释。这个就是cheese， 好，对，这个到时候是要撒在上面。这个买来就有了，对。好，现在你要切什么？我就切这个是我最不会切的。甜点里面没有用，甜点烘焙里面也是应该有咸的东西啊。有咸的，可是
基本上咸的比较少。对，这个应该是这样切吧？我不知道。好，没关系，反正我不知道。基本上这个呢，也是把它切成碎一点，因为拿进去烤，然后这地可以先对把它切掉。这样子哦。对，其实我觉得啦，在披萨其实家里如果有一些前天吃剩的菜或什么，其实都可以加进来。哦，好，所以其实这道是非常好料理的。好，所以大家我们现在就叫母子两个人一起，是不是同心协力？好，同心协力。我们一起演戏那个时候，你还没有演到这样子的戏嘛，所以根本就没有听到你说对于什么料理感兴趣嘛，对不对？其实我觉得演戏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可以在戏剧里面体会不同的人生。然后像我这一次，比如说演到这个面包师啊，或甜点师，我就可以体会这个甜点师傅的人生，然后因此而这就有了兴趣，而展开这个去烤。戏里面你有要制作吗？有，还要揉面团。哦，难怪勾起你的兴趣。我们知道施颖男其实是一个还非常好学的人，很好学。你怎么知道？我怎么知道？我们两个人在一起朝夕相处好久一段时间了，真的。对，好，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得跟观众解释一下，我们两个人演母子是因为演舞台剧。对，那一出戏是非常对果陀的。哎，那个叫做《回家》，其实虽然讲回家，但是它的这个本身的剧本呢是一个世界名著，叫做《玻璃动物园》。对，非常难。难演的一部戏，非常难演，妈妈难演，我也难演，对，大家，还有你的姐姐，姐姐，大家都很难演，而且台面上只有四个人，是四个人演了一撑两个小时。这个玻璃动物园呢，它几乎是所有戏剧科系的学生他们必须要去学习的排练的一个重要的剧本。对，那我们就很幸运的，我们就可以演到了，对不对？这也是我第一次演舞台剧，第一次演舞台就遇到了您。而且是一个很具有挑战性的一个剧本，所以我们很开心。但是你自己在那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就看到施颖男的那个成长，那个在戏剧上面的那种张力，那种成长。舞台剧本来就难，对不对？又演到这么难的剧本，难忘吧？难忘。而且我记得我那时候为了这出戏，因为他是一直要排练，而且我一个人分是算是要穿越两个时空，对，要进去演又要出来讲故事，所以我那四个月吧，我瘦了快10公斤，瘦得好。因为呢，他在那个戏里面是一个要想要逃避现实一个很颓废的年轻人，就看到他从一个奶油小生，白白泡泡的奶油帅哥，到最后我们在最后的几场戏，他整个人是消瘦，然后胡子长出来憔悴，可是呢就对了，那个味道对了。对，味道，说到味道，我现在就要加这一味。好，这个也是孜然粉。对，很少人用孜然。对，这其实我们吃那一种就是蒙古那边他们的蒙古料理，人家说是蒙古烤肉、新疆烤肉都会用到孜然。然后我很喜欢这个味道。对，但孜然用在素食里面也非常好吃。对，它很有风味。对，我们把吐司厚片吐司抹上这个番茄酱以后，撒一些孜然粉。你通常都会撒一些是不是黑胡椒，对不对？对啊，就我们要有一些创意。创意跟而且今天不是用披萨皮，对不对？我们是用吐司。厚片吐司这个很方便啊，披萨皮还得自己做。哎，讲到你做烘焙的时候。然后披萨皮应该也有学吧？有，我之前在我的脸书上面也就 po 了一个我自己做的披萨，然后披萨皮也会做。哦，厚片还是薄片？我是做厚的。哟，厉害哟！而且我 cheese 加的很多，因为我很爱吃 cheese。哦，你爱吃 cheese？ 哎呀，小孩子嘛。好，这个嘞。接下来，先放这边了。对，先放这，先把它放这。接下来呢，我们。妈，这交给你切，切的交给你，好吗？为什么？因为我很不会切。好了好了，这个你要切成什么？切成片状。哦，你是要铺在那个上面吗？对，要铺在上面。要用几个？切几片就可以。一个就好了。对，是不是？好，好，我帮你切。那然后你还要做什么？接下来就是把它铺上去。如果在家里做的话，其实前一天你吃不完一些菜啊，或者是香菇啊，对，没有吃完菇类菜，反正剩菜就可以这样子处理了，对不对？把它切切碎，然后就给小朋友
就是吃嘛，对不对？这个洗衣服啊，妹妹。好，你看啊，接下来就是把这个铺上来，看你要铺几片都可以，对。然后铺上来之后呢，再把这个九层塔这些，这也是增加它的香气，风味跟香气再摆上去。对，这哇，这好香。其实我记得我们在演舞台剧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是说你要考硕士哎。我现在已经考了吗？毕业了。哦，那个时候因为好像也是因为工作的关系，有暂时先放，就是停了一下。对，后来就继续了吗？对，后来因为念书就是要花时间嘛，就是对呀，而且。就是我的学校在宜兰的礁溪，所以其实是蛮远的。对，所以就是每个礼拜有三天课，就是都去准时的报到这样子。后来终于把它念完。不容易耶，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说，在舞台剧的时候哈，那你是因为要排戏啊，要演出，真的就暂时要停下来。可是舞台剧演完，你一直就接了很多的戏剧，尤其是大爱剧场，对不对？不过我要很谢谢，这样你怎么可能有时间读书？应该是说我要很谢谢大爱剧场，就是让我有充分的时间去上课。因为我来演大爱，然后大爱的剧组啊，他们就是让我准时去上课，这样子，所以我很谢谢这个大爱。难怪，所以能够让你在这个拍戏的空档，你还是可以同时完成你的这个人生的这个学业梦想。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不只是你个人的梦想，还因为有一份就是对爸爸的一个算是一个交代吧，是不是？我爸一直希望我能够把书念好，尤其是其实出了社会之后，会越来越希望回到学校过一些单纯的生活。哎，对，然后终于有这个机会让我考上了，当然是要好好念。那时候，我在想说，人家研究所好像是念的是电影相关科系，艺术。我本来是要念戏剧方面，可是我的有一个朋友跟我讲说，其实我戏剧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对呀，那我应该去接触艺术方面不一样的东西，准备的东西太广了。我那时候觉得我可以吗？可是其实不要想那么多，做就会。好哎，那你那个时候因为艺术的这个很多元，范围很宽广，那有分做什么部分吗？吸引我去报考的是禅学，那对我来讲是非常大，有非常有兴趣，所以后来我就决定要去报考禅学。对，还有跟艺术的结合。对，其实有包括哪方面？还有博物馆的管理。对，博物馆管理哦，那就好呢啊。所以以后那个大家有博物馆就找我就会，未来就会有了。好，那现在我们是看着，你看这个披萨已经这样子，你看，看起来就好像可以吃了。我发觉我们两个这样子做，有很有那个亲子的 feel， 所以在家里面妈妈带孩子可以一起这样做，对，边聊天边做，而且又健康，你看。是啊，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把它放在烤盘上来。好。所以刚刚这样子哈，妈妈把食材准备好，孩子放学回来，然后就一起做，还可以听小朋友讲他在学校里面的事情，对不对？多好的一道亲子料理。那现在我们要去烤咯。对，180度烤差不多15分。来，慢慢的去烤啦，来来来来来来 ，OK， 不管它咯。那现在我们就要来继续咯。接下来就是我们汤的部分。对，汤的部分其实这一道非常浪漫，因为你看我们的这个芋头也是紫色，这个山药也是紫色，所以这一道就叫紫色浪漫。是谁取的名字？是为你而取啊！你看这嘴巴多甜呐！好，为妈妈而取。好，太好了。然后，首先这个材料呢，就是有这些，比如说芋头，芋头要先蒸过，然后我们把这个芋头跟这个腰果好来，泥打了，对，变成打进去。你去学烘焙哈，我们家这个肖明明女士她有没有吃过？她有。他以前不是很喜欢吃蛋糕，可是因为我做过，对，他喜欢吃比较偏中式的，对，咸食。那我做了这个甜食之后，因为我用的都是天然的，比如说海藻糖，对，这些，所以他吃了就觉得很健康，然后他就开始喜欢吃这个。可是他吃过你做的，他再去外面吃西点面包店买的甜点，他应该也是不习惯。对，因为不一样啊。对，有没有
又放爱在里面。有啦，你的爱最多了。这个其实腰果要先泡过。那我就来切萝卜。那个你会切的啦。这个啊，很难讲。会啦，没问题的啦。哎，儿子啊，这个打不匀呢。没关系。煮一煮就匀了。对，因为等一下还要煮过。哎，这样子做起来好像那个断奶食品。但是你还没有跟我们分享，你在做烘焙的这个过程当中，年到考证照，你花了多少时间？我其实是一边拍戏一边去考试，一边拍戏一边还可以去学习。可是我后来发现，后来班上只有我跟另外一个同学考上。对，为什么你知道？因为我善用我的时间。其实有时候你的时间越不够，你越希望把它在那个时间学到会。只要一有空档两个小时，然后我就赶快去学这样子。好，其实学在课堂上学也许还算简单，最重要的是学完回家就忘了。就是牺牲睡眠嘛，因为拍戏除了背剧本，然后揣摩情绪之外，我其他时间就是在做烘焙，然后有时候我妈就说我怎么半夜三更半夜还不睡觉，在厨房里面，在厨房里烤东西。对，哎，好有趣哦。哎，可是我们就在想，一个人啊，他对一件事情产生兴趣，所以他就不会怕累，对不对？对。哦，所以演戏，因为你喜爱，所以你也不怕累。而现在烘焙又是你的另外一项兴趣，所以也不怕累。那考有没有考失败的？应该有吧？敢说没有啊？失败很多啊，很多。但是失败为成功之母啊！哦，好，那对不对？失败到什么样的境界？就是做像泡芙，它就不会发或者怎么样。泡芙做完变成是什么？变成变棒杯狗吗？很硬啊，或者什么都有。来，接下来就是要把这个慢慢挖出来，慢慢挖到汤里面，然后变成浓汤，是不是？对，可是。嘿，我来搅拌，必须要一直搅拌。那个失败之后呢？那就算了嘛，好，下次就一直在改善。失败就自己吃，是哦，然后逼公司的朋友吃，因为不能浪费。然后他们说奇怪，你做泡芙怎么硬得跟棒球一样？他们也捧场吼，也捧场。其实因为我发现，只要甜点是原物料用得好的话，其实也不难吃。就算是你失败了，在过程当中有一些东西是失败了，但是你因为你的材料食材是好的，对，其实还是很好吃的。哦，就只是叫做不够标准而已，对不对？好，那在这样子的，我们也真的是觉得很感动哦。他在这么忙的情况之下，可以这样善用时间，还可以有这样的成就，真是很棒。然后高汤下去，已经味道出来了。有了，有了，有了。其实我发现现在虽然不够时间，可是你在最短时间做最有效率的事，就是这样子，所以可以在最短时间学到东西。其实我们算一下，我们上一次演那个果陀的那个就是回家那个舞台剧的时候哈，跟现在距离两年吧。这两年多来，我发觉你真的完成了很多事情。第一个硕士的学位拿到了，第二个居然中间还插花，就当了烘焙或考上烘焙师。我接下来预计应该是再来是什么？开甜点店，现在已经在计划当中了。哎呦，甜点帅哥呢！哎呀，好棒哦！好，下次带来让你尝尝。哎，好啊，真的好啊！像我这一次大爱的活动，我都有做一些甜点啊。什么活动？对，大爱的生命花园嘛，我们有见面会，还有一些就是分享的一些感恩会，我都有做戚风蛋糕啊。做去请现场朋友吃，还有一些师兄姐，还有做马卡龙。马卡龙也会告诉你，马卡龙可是我最拿手的。那我真的好期待你赶快开店哦！我也很期待。那个马卡龙可以不要卖我那么贵吗？我一定会常常去买。好，这就是你的下一步计划。但是以石以南的这种个性来说，他做得到。就是拼了。不过是两年的时间，他居然可以完成这么多事情，而且你还演了不少大爱剧场的戏耶。对，就是还蛮幸运的，可以
都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是啊，你上次演那个坐轮椅的那个师兄的那个故事，水和师兄，水和师兄，还有拍了一部是也是好像跟肢体不太方便的一个角色，一个失明的啊，还没播？对，那还没播，我可以关火了吧？已经滚了呢。其实应该是要小火继续滚，对，这些芋头山药它可能会。好，那你跟我们讲一下那个失明的那个师兄的，是一个师兄吗？对，陈恒生师兄。那你是到哪里去拍啊？听说还蛮困难的。都在南部，然后那一两个月都住在南部。哦。对，然后因为他是失明的嘛，要演的像，也就是也就算，因为演我妈妈的是陆毅静啊，可是他不会骑机车。可是他又要骑机车载我啊，有要命呢！我要装作好像看不到。然后呢，你们就是最困难的是，因为我眼睛要演看不到，然后他又不太会骑机车，他载我，所以其实我是很害怕的。明明看到他差点，他快要去撞墙或撞，你又不能够，对，我要假装什么都没事，所以心里非常的不安。但是明明看到被弄丢，被弄丢，然后也不敢表现出来。对，哦，哎，其实那个再次拍戏过程当中。一定非常有趣，我们也期待那个戏赶快来上演哈。对，我也很期待，那出也是非常棒。现在呢，就几乎是这样子算好了。可是这个等那个披萨好了，我们就可以来吃喽。对，我们现在就让它烘烤，然后这个汤也 OK 了，我们现在就可以一起来喝浓汤，享受披萨。披萨，田园孜然披萨。做法是绿花椰菜切成小朵，牛番茄切片，鲜香菇切块，将厚片抹上番茄酱，撒上孜然粉，再铺排上牛番茄、九层塔、花椰菜、鲜香菇，将铺排好的披萨撒上起司丝，放入烤箱烤20分钟之后取出就可以了。紫色浪漫浓汤，做法是腰果泡软，芋头切块蒸熟，紫山药、胡萝卜切丁来备用。将芋头、腰果放入果汁机，加入一杯的素高汤以及少许的清水，打成腰果浆。将腰果浆加入滚水中，放进高汤、山药丁、萝卜丁，以中火慢煮，水滚之后续煮10分钟就可以了。我已经吃掉一半了，还真的很好吃哦。因为我喜欢它那个番茄没有烤到很软，它还带一点点番茄的生的香味。所以说你在这个做这个烘焙的过程当中哈，你自己感觉到最开心的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做烘焙可以把所有心情寄托在上面，包括它的摆盘啊，还有你要想象它的味道是什么，就好像人生嘛，对，所有的味道加进去吃下去，给人家一种满足的感觉，我就会觉得很开心这样。所以好不好吃？好吃。所以说你看这个真的很好，而且它烤的时间不久，但是它保持了食材的那个原味，然后这个紫色的浪漫，今天这样子的一个料理，我们在跟孙怡南这样子的一个简短的分享当中，可以体悟出来，这个孩子真的很棒，把握时间，然后让自己定短程的目标，但是呢，每一次你都要把它完成，这样子的人生才踏实，对不对？没错。好，下次我等你来。我下次就带我做的甜点让你吃吃看。好，我们祝福你。赞哦！谢谢妈妈。哇！